回来了，抓起我的剑，清明龙龙连下特辑第十集。喵喵喵！话说回来，刚才我那个票控制，跟他们周一在我放了两只凤凰翼龙啊。对哈，我都忘了那个啦，沈便宜的那个。我画他一个，可达鸭。还要用50啊。哎呀呀！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啊。你很快就要有兄弟了，我大龙。生存之战15啊！好，这初级吧，啊。我让只要用我这个马斯龙，马斯龙歹龙那些干一干就干掉就好了。我这边还有草食龙。对，出水属性的没有利，很对我不利。既然有个固定对手了，那我应该就有办法打他们。等我轮到你三角龙，我的血也是蛮厚的。坐失已然可以攻击，那我就直接五五集团，还伤害你。2点攻击对我没效，反而变成数字123了。想到刚才玩家对战，那些食物的还是别打好了，玩家战最重要啦。好吧，那先到这里，拜。